OK，好了，来大家，我们上课了哈，开一下 video 啊，大家，来 video，我们上课啦，大家准备一下，写东西的，你的 notes 啊，你的 notebook，Anthea Jean，嗨，OK，恩彤，心怡在哦，Anthea 在哦。第二个心仪啊，心仪，嗨，在吗？OK，好了，大家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count，OK，、okay? 描写文啊，其实 recount 就是啊，它叫你回忆一个事件啊，或者是一个 experience，你知道吗？所以你要 describe，所以如果是华语呢，就是我们讲的描写文，OK，so。这个呢，它其实好像在写故事这样咯，对吗？好，还蛮常有遇到这样的题目的，其实。OK，所以我们看一下一些 guidelines 啊，有什么东西啊可以帮到我们的？OK，plan your story，arrange your ideas。OK，说即使呢它是故事啊，你可以它的那个过程啊，可以跳来跳去，但是你是要有计划性的跳，如果你要跳的话，因为如果我们写故事啦，有的人喜欢
Let's say 他先讲现在，哎，不是，他先讲来结尾先，然后他再跳回去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哈，也有这样的，对不对？可以很 creative 的，but 你也是要 plan 好好，你要 arrange 它啊，不一定讲啊，它的 correct sequence 不一定讲，一定要从开始讲，然后到结束，不一定的，有时你可以跳的啊，你可以用 creative 的方式去写，但是要逻辑的啦。That's why 你还是要 plan out 的，知道吗？你要 plan out，你要写几多段。啊，let's say 你要5段还是4段，OK？还是你要6段也是可以，因为其实只要摆5个字这样罢了，对吗？所、so, 以你 plan out 你要写几段，第一段你要写到什么东西，第二段你要写到什么东西，哦，要有一个逻辑的啊，你怎样跳都好，一定要有一个逻辑的，OK？Add other details，你看第四个啊，我们可以加多一点细节，什么是描写？描写跟写故事有什么差别？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啦，只是你要注重多一点在细节啊，给他多一点细节，哦，或者是多一点 creative ideas 啊，to make your recount more interesting。OK，each point should have an elaboration。你要讲描写那些细节呢，你要给他多一点 elaboration 啊。比如说，你看他讲 I saw Halim，哦，我看见了 Halim 在做什么？你看到他在干嘛？哦，he was standing by the school gate。他就刚好站在学校的那个大门的旁边，说你描写一下咯，那个事件是怎样，那个人怎样，那个情况怎样？OK，说怎样？我们可以写什么东西关于那个故事啊？有时其实看起来这个东西很简单、很直接，对吗？啊，其实它是很好的 guideline 来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提到这5个 W 哦，还有一个 H 啊，What happened？发生什么事情啊？当然，这个句子，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左手边这一堆问题，你可以自己出问题的。你要记得有 what 啊，when 啊，哦，why，where，who，你要记得这些吧。你可以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说、so、what 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哦、啊，然后 when 几时发生的啊，对吗？当时啊，那个人正在做什么啊？who 有牵涉到涉及到什么人啊？why 为什么会这样呢？where 在哪里发生的啊？对吗？啊，还有。How 怎样发生啊？等等的哦，所以这些是可以 guide 我们去很好的描述整个那一个事件出来。OK，try and make your recount realistic。这个比较是哦，因为现在是中学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写的描写文要比较真实一点，对吗？realistic 一点。说、so, 怎样可以很 realistic 呢？有时如果那个地方我们没有去过啦，好、哦。或者是那一个，OK，我在卡是吗？OK，或者是那一个event 啊，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做过这件事情，哦，或者是庆祝什么啊，没有庆祝过，当然是写不出来啊，对不对？Unless 你读了很多篇，Let's say 他讲啊庆祝，OK，因为我这边呢，我听到在打雷了啊，我觉得他。可能会卡一点啊，有可很卡，真的很卡，跟我讲啊，OK，我们暂停一下还是怎样？OK，so，如果那一个事件呢，我们没有做过的，他讲一个庆典，我们没有庆祝过的，除非你读了很多次咯，知道吗？啊，有办法的，就是你要读很多次咯，哦，你不一定要真的去做过咯，啊，读很多次，如果没有的话呢，then 你 try 啊，use real places，用真实的地方。啊，describe real people you know，形容一下你真的懂的人，你放一个你懂的人下去在里面啊，你不一定要用真的名字啦，but 你可以形容一个你懂的人啊。Use ideas from television，所以我讲的就是你看过啊，你读过的，就是你的 idea 了啦，你不一定去做过那件事啊。Newspapers、movies or storybooks，你看过的都可以帮到你的，OK？当然，你还可以用 dialogue，use dialogue when necessary。有需要的地方啊，你放对话一下啊。OK，还有呢，大家全部人，你看到我画一个 star 吗？全部人留意一下，我们在写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一定是已经发生了，有吗？所以一定要用 past tense，一定要的。等下啊，你注意啊，大家，等下你留意一下，一定要用 past tense。你不懂那个字的 past tense，问我，OK 啊，所以一定要用 past tense。整篇作文呢都是 past tense，but 当然 to 的后面是不用 past tense，那种还是一样照常
OK 啊。edit formation 上面没有什么东西啊。OK，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example 的作文先。OK， a visit to somewhere 啦，哈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呢，现在老师丢一个题目给你 ，a visit to 一个地方，还是一个 holiday 去哪里？哦，你可以选那个地方的话，请问你会选哪里啊？他随便给你选的话，你会选哪里啊？你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哈 ，Jean 啊，恩童，心仪。你觉得嘞，老师，如果现在给你一个题目啊，叫你写关于一个关于一次旅行啊，哦，金马伦 ，OK 吗？哦，很多东西写哦，金马伦也是哦，可以讲它的天气是不是？哎，金马伦还可以做么啊？我不懂哎，采 strawberry 啊，是啊，金马伦还可以做么啊？吃火锅，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这样。那你写，如果当然哈、哦，给你写，你就选你熟悉。或者是你选你会写的地方咯，是吗？心仪，你会写哪里？好 ，Matthew 呢 ？Matthew 你会写哪里 ？Jean，Andrea， 如果给你一个题目，叫你写一个你去一个地方哈、啊，你要写一个 recount， 你们会写哪里？垦丁，我觉得垦丁还多东西写嘞。我啦哈，哦，云顶，心仪也是讲云顶哈、哦，是咯。垦丁有那个 theme park 对吗？然后你讲哦，父母去 casino， 是吧？然后我和姐姐在外面玩 theme park， 现在那个 theme park 没有开啦，但是有的啦，哦，可以去 theme park， 可以去 shopping 咯。那个Genting 现在是哦，有很多 shopping 的地方嘛，是不是 ？Outlet， 对对对，那个Genting Premium Outlet， 对，那边有的买东西啊 ，shopping 也有的吃东西啊，喝茶啊，这样咯。哦 no，OK 啦，是咯，所以当然我们选那些我们会写的地方，OK。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海边啊，所以有时呢，如果它真的出到你不是很会的，你没有去过的啊，或者是呢，你真的完全没有 idea 的，at least 你读过就会有一点 idea 了，OK。我们今天看一个 a visit to Pulau Bangko 啊，我没有要你写这个啊，大家不用担心，我没有要你写 Pulau Bangko 啊，OK。Jean 在吗？Jean，阿 Jean 你在吗？喂，阿俊回来要跟我讲，OK，大家来看一下，说布拉邦哥呢，因为它是岛哦，说它有些东西呢，可能在别的岛也可以用了啊，比如说在布拉朗高威啊，或者是布拉邦哥可以游泳的嘛哈，有啊，布拉邦哥可以游泳的，对，我们会去游泳的，可是朗高威就没有去游泳了，是不是？朗高威啊，也是有啊，也是有。朗高威也是有一些 hotel 的海边，一些 resort hotel 的海边是美的，是可以游泳的啊，或者是当还有什么啊？那个游泳池啊，OK 这些不了，所以你看啊，如果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从这边抽出来用的。其实 OK，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要写下来，你就写了啊。OK，他讲 My brother and I went to visit my cousins during the last school holidays。给、okay, 他们，所以这一篇不是讲他跟家人去，是他跟 brother 一起去看他的探望他的 cousin，他有亲戚在布拉邦哥，就是讲，OK 啊、，they live in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in 布拉邦哥，他们住在那边的啦。OK，we went to Lumut by bus，说、布拉邦哥啊，要去的话要怎么去呢？可以驾车到的，朗高威就不可以啊，大家你要留意啊，大家知道朗高威怎么去吗？哟，我很害怕嘞，这边那个。打雷很大声，朗高威要怎样去？那些去过朗高威的，你上次怎样去朗高威？对呀、啊，金，我要看你在不在嘛。哦，开了车已经太阳，对对对，飞机。朗高威其实通常啊哈，两个方法吧，三个方法。OK，搭飞机去到那边租车，这个就是我写给他们的。哦，说你飞去，可能你讲啊，总之你飞过去了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给他例子了，我们就是用 Air Asia 飞去，然后去到那边租车，不然的话你要走来走去要讲是不是？对，第二个方法，那个游艇，你讲的游艇是我想的那个嘛哈，OK，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可以驾车过，但是你的车要坐 ferry 过的，这个讲真我也没有试过，我没有试过驾车坐 ferry 的。你所以那个 ferry 会载你的车过，只是听说过吧，没有真正这样做过。第三个就是
你搭船过咯，改新义讲游艇啊，是啊，就搭你也是可以搭渡轮过去，然后去到那边有人载你哦，除非啊，或者是你坐船过去啊，是不是你去那边租车咯？啊，去 rent 一个车咯？OK，说、这个是怎样呢？他讲他们去到鲁木这个地方啊，by bus and took a ferry across to the island，然后他们就搭那个 ferry 越过去，去到对面的岛了。说兰高也是这样的，其实他因为他们是岛来的嘛，OK。After lunch, we went around. Went around 就是到处走咯，知道吗？就是出去走走啦。所以这个 went around 呢，去旅行也是可以这样讲啦。你们吃了 lunch，然后你们就去走走了啦。We went around to watch the fishing boats，看渔船哦。We then went fishing by the river。然后我们就去。哦，对，为什么我 highlight 这个啊？你要注意啊，大家全部都是 past tense，看到没有啊？Gina。我讲了，我们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全部都是要用过去式，OK？等下你写东西要留意一下。然后他讲，我们 went fishing by the river near their house，靠近他的亲戚的地的屋子的。drank coconut water，喝野水啊。下雨了，OK，下雨了，OK 啊。不要紧，我已经写完了那个华语字啊，还有重要的东西，OK？Bought some souvenirs，买了东西哈。等下你可以用啊，这些啊，因为等下我有东西要你写啊，OK？Swam in the sea，在海里面游泳啊，就是去海游泳了哈。浪高位也是可以，那热浪还是哪里也是可以。And even went on a boat ride，然后去搭船啊。Before we call it a night，so we call it a night 就是讲我们结束一天的行程啦，知道吗？你可以用啊。把那一些谚语写下来，等下你可能可以用到。等下有东西要你写的，OK，call it a night，OK，call it a day，也是可以，就是讲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这样咯，OK。大家你可以写 call it a day 或者是 call it a night 啊，day 或者是 night 都可以，就是讲今天就此结束收工，明白吗？写一写啊，等下你可能会有需要用到啊。Bought some souvenirs，这些东西也是写一写。OK，他讲 It was great fun，很好玩呐、啊。It was great fun。Jean 知道吗？写一点东西下来啊。OK，等下你要写的东西也是 visit 啊，不过 visit 不一样的地方罢了。OK，他讲 We went home just as it was getting dark。So，一天黑了，我们就回家了啊。And after dinner，we played with our cousins' friends。说、晚餐后，因为他们是拜访亲戚嘛，说、晚餐后呢，就跟他们的朋友玩哦。他讲，That night we slept quite late。那晚我们比较迟睡哈，大家旅行啊，你有早睡的是吗？所以你可以用的嘞，这些如果你真的是在写关于一趟行程啊，你去 holiday 啊还是怎样，你可以用啊。That night we slept quite late。说、quite 啊，你看啊，相当的迟，蛮迟的，哇，你超。我这边在下雨，所、以我们每次讲哦，有时我们用 very，对不对？very late。上次我们还有讲到一个字 rather，你记得吗？rather 相当，quite 差不多一样意思的，quite 就是蛮实的这样咯。OK，我写一写啊，一些形容词前面可以用的字啊，你用 very 啦，是吗？OK，等一下啊，它在有一点点卡。OK，不要紧，我讲这句先。So quite late, but wo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但是呢，很早就醒来了。旅行都是这样的咯，对吗？旅行都是很早醒、很迟睡、很早醒的嘛，对不对？Rather, quite，换用。我们学多一些这些词，换用，不用每次都用 very 嘛，很显啊，是不是？非常。OK，这个我写多一个。我现在突然间想到一个，extremely 是最够力的啦哈，我排最上面，看到吗？非常，这个我有根据它的紧张度排，最上面的是最紧张的。OK，rather 相当的。这个是蛮，
其实第三、第四个差不多一样意思的啊，说你可以换换用啊。OK， 所以接着他讲，After breakfast, we set off again. Set off 就是出发 ，set off 你可以自己写一下 ，set off 出发来的 ，OK， 这两个字 ，set off。OK， 他讲 ，we spent the whole day out 啊，一整天我们都在外面呢，我们花了一整天在外面 ，and returned late in the evening， 傍晚就很迟回来了。We had a picnic lunch of nasi lemak packed by my aunt. So 我们还有 picnic 一下哈，就是我的 aunt 啊，她准备的，她包装的那个 nasi lemak， 我们带去 picnic. We went to bed early that night. 啊，说早睡啊，叫什么 ？We went to bed. Okay, go to bed. 说你的妈妈可以教你，哎 ，Auntie 啊 ，go to bed now. 现在要去睡觉了，意思是对吗？你知道啊，这个啊 ，I'm going to bed now.我现在要上床，就是讲我现在要睡觉了，是不是 ？OK， 什么我？So past tense 吗 ？Went to bed。所以你看啊，有时你讲迟睡怎样 ？We slept quite late， 或者是你讲 We went to bed late， 可以。We went to bed early， 我们早睡觉，可以啊，学一下咯，我们换用。什么 ？Would should 是 past tense， 是对。So will the past tense 是 would 咯 ，shall the past tense 是 should 咯，这样咯啊。所以他讲 OK， 然后 as we were ready to drop， 哎 ，ready to drop， 看到吗？我快来给你了啊，准备倒下去了，啪 ，drop 啊 ，drop 就是倒下去啊，所以就讲很累了啦啊 ，ready to drop。OK，the next morning we had to leave， but we promised my uncle and aunt。所、so, 以这个 had 也是 past tense 来的，我知道吗？啊，但是我们答应了这个 uncle 还有 aunt 啊 ，that we would visit them again during the next holidays。这个 would 哦，所、so, 以你看啊，你是讲你们将会再 visit 他们 ，we will visit you again。可是过去了吗 ？We would， 我们当时答应他我们会去 ，we would visit them， 这样咯。还有啊，这个 will would shall should can could 还有 cannot。后面你有没有发现原字来的？你看到吗？没有 past tense 看到吗？说这些字的后面不用 past tense， 要用回原字，也不要 s 的。OK， 可以吗？你可以自己写一写啊。Will, would, shall, should, can, could, cannot, could not 啊、，would not 也是后面全部是原字。OK， 所以 past tense 也不是乱用的啦。OK 啊，大家 ，OK， 我们看一下今天我要大家做什么东西啊？这一个，那个题目是 Zoo 哪个啦？很容易罢了哈。OK， 谁没有去过 Zoo 的哈？有吗？我不是讲笑的啊，我是很认真的问，因为我觉得会有人没有去过的。我有问别的班，有人真的没有去过的，是正常的，因为就没有跟学校去的话，爸爸妈妈也不会带你去的，有时是不是？阿金啊，哦，是哦，还有吗？还有人吗？真的、啊。不过我觉得，哇，很 unstable 我的 internet 哈、哦，我现在看到。OK， 不过我觉得哈、哦，我选这个是，就算我们没有去过啦，我们还是写得出来啦。哦，基本上去 zoo 中哦，看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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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哦，有点累，对，因为下很大雨哦，这边大到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你们那边有下雨吗？很大雨哦，真的是很大雨。有啊，哦 ，OK OK， 所以是到处下雨，很大雨，又打雷哦。OK， 所、so, 以这个 Zoo Negara 呢，哈，我觉得啦，哈，你可以讲 creative， 如果、哦、你自己在写的话啦，哦，我今天也没有要你写120个字，只是如果你自己写的话，你也可以。Zoo Negara 是我们的国家公园，对吗？这个肯定是在讲 Malaysia 了。因为如果不是马来西亚的话、哦、是另外的叫它叫 Zoo 别的名字，因为 Negara 是马来文来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啊？说人家有别的国家有别的名字的，什么 Zoo， 可能他们的 National Zoo 还是什么了。所以 Zoo Negara 是名字来的，等下你写哦，也是 Z 跟 N 啊，你可以写大字母，我给你大概看一下，看到吗？写一下大字母啦 ，OK 啊，要不然、哦、你就这样 ，We are going to the zoo。We went to the
zoo 看啊，没有大字母的时候哦，你要用的啊。OK， 有大字母的话就不用了。We went to， 因为已经知道是哪一个 zoo 了。Zoo Negara 啊，哎，你就大字母，因为是名字来的嘛。喂，啊，last weekend 啊，还是怎样啦？last Sunday 啊，这样啊。我只是跟你讲 the zoo， 还有 zoo Negara 的差别罢了。OK， 不要写这样短的句子给我。可以啊，其实可以写短短的。OK。说、so, 他讲什么东西啊？大家，我们来看一下。等下呢，我要你做的东西是这样啊。现在是20多分，半小时。OK，这样，我要你写5个句子。OK，那个字哈、哦、字数啊，不要太短了。OK，大概是8个字或以上啊。那个字数，每一个句子，我不要你太短太短的句子。虽然我讲 "We went to the zoo" 也是一个正常的句子吧，我不要你太短，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写作文，我只是要句子罢了。所、so, 以你写好好的5个句子，OK？所、so, 以你可以写什么东西呢？哈啊、当然，如果你自己在写的话，你就从头到尾写啦。你一开始、啊，你们打算要去，可能是你的生日，Matthew 的生日啊，还是哥哥的生日，还是妹妹的生日之类的啦，哈、啊。然后你们去的那一天啊，怎样去啊？等等的，早上吃了早餐的，从头写到尾咯，哦。如果是正常你在写，我觉得 organize 那个 idea 是没有问题的啊。现在我只要5个句子，so 你可以选任何的东西来写，任何的句子都可以。大家听到吗？我会在这边帮你啊，你不用担心啊。OK，我们用这些 questions 也是可以。OK，When did you go？可能你可以讲几时去，With whom did you go？你跟谁去？How did you go？怎样去？可能你可以合并起来。比如，大家如果你要写的话，你可以 start 了啊，5个句子罢了。说、so, 比如啊，你讲 last Sunday，my parents and I，我讲很简单的啦哈。Went to the zoo。哈，还有什么东西要讲？OK，my parents brought me to the zoo. OK，他们带我去 zoo. For my birthday, for 我的生日，这样。OK，我大概跟你讲一个啊，你要讲写都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可以合并啊，你才够一个句子，可能8个字这样。我不要太短了啊，因为我只要5个句子吧。OK，接着啊，我觉得你可以写这个多一点。你看到我勾很多个吗？What did you see and do there？你可以 maybe 3、4个句子都写这个啦，哈。因为你可以换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在动物园会做什么嘞？会看到什么？用一下马来西亚的动物啦，马来西亚有什么 special 的？我们的 zoo 呢，加拿大才有的，哈、啊，金有什么动物啊？马来西亚才有的，Andy 啊，Yes，哇，真厉害，Andy，我刚才就是在想这一个东西，因为我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在国外很少的，可能印尼会有。什么是 Barbie？那是什么？Yes，W，对对，我们在讲 W，对，老虎也是啦，对，老虎其实也是出名的，可能你可以给它专有的名词哦，Geography，Malayan Tiger 之类的，是吗？哇，海猫马来亚，对对对，哇，这样厉害啊，马来亚啊，你懂？等一下，英文哈，英文啊，看一下啊。Malayan Tiger 吧，应该叫，有没有啊？不用大字母了，Malayan 应该要大字母吧，Tiger 就不用。啊呢，哇，Malayan Tiger 可以啊，哈，还有什么嘞？Hornbill，yes，我们有 Hornbill，这些只是一些 idea 啦，哈，等下你可以用。Hornbill 是那个犀鸟，对吗？我们有还有什么东西啊？W，OK，W 啊，刚才他们有写。写出来，只是 private message 说你可能没有看到 W 啊，给你看一下那 W，哎，W 很大只的嘞，其实 W，哦，它有大型、小型吧，有很，它是很大只，这个什么来的？你是 spell 错了是吗？凯乐，其实 hippopotamus 是哪里的嘞哈？hippopotamus 如果你不会 spell 的话，你可以看。不过 hippopotamus 我第一次看到，我也是有吓到，哇，真的好大只，哦，
OK，这其实 Hippopotamus 在哪里？哦，Saharan Africa。哦，OK，有很多，应该 I think 它的来源的地方有很多，but 你都可以写，因为我们动物园都有啊。其实我们动物园都有这些，OK？啊，好，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啊，你看见了什么，做了什么？What did you see and do there？你可以讲，we took some photographs，with the animals，我们跟动物拍照嘛，对不对？然后其实动物园呢，如果你没有去过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啊，动物园还可以看 animal show，有那个动物表演的，知道吗？Dolphin 表演呐，还有什么啊？Zoo Negara 的 animal show 有什么啊？哇，很久没有去了哦，我要去哦。We take photo with the seahorse。你有没有 spell 错哦？什么海？你 take photo 跟什么啊，凯乐？所 以、so、你可以讲那个 animal show 啊，parrot，OK？parrot、okay? 也有 performance 的是吗？performance 是他们的表演咯，所、so、以你可以讲 performance by the parrots 啊，也是可以。OK，动物表演啊，你可以给一些例子啦。Fed，然后你可以讲你们喂动物，也是有喂动物的。We fed animals，啊，可以做什么啊？Jean，看到吗？因为等下你要写的啊，所以你可以喂动物，such as 你可以喂 parrots 啊，可以喂 tortoises，可以喂 giraffes。giraffes 可不可以喂我就不懂啊，但是我知道小鸟跟乌龟是可以喂的。OK，啊，所以等下你可以用，再来。maybe 你可以写 Where did you have your lunch？在里面可以吃 lunch，喂 tiger 就不可以啦，这样恐怖。你可以看他们喂 tiger，啊，你可以看 zookeeper 喂 tiger，zookeeper 啊，大家，OK，was there a large crowd？多人吗？所以你可以讲很多人，因为是 public holiday 还是什么了哈，你自己写啊，OK？what wa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of your visit？最有趣的。是的事件是什么啊？OK，你可以提到这个，maybe 你可以想一下，What time did you go home? How did you feel? OK，就是这样嘛，你感觉如何啊？所以你可以用这里的 point 哈，我要你写五个句子罢了，大家 OK，现在的 meeting time 还有8分钟啦哈，我觉得你开始写先，现在 OK，你开始写先啊。如果有什么不会的，你需要什么华语英文字啊？你给我华语，Jun 啊，知道吗？Jun 可以吗？现在写啊，我们要五个句子，OK？我不要少过8个字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讲，我在这边。8个字，OK，可以。好大声啊！打雷的时候哦，那个插头要拔掉，可是我电脑没有电了，connect 回去。你可以 type 你的问题给我啊，也是可以。啊，不用，such as 要那个什么，不用挂号，不用啊冒号啊，不用冒号的。such as 这个字很好用的，大家你看一下，你不用放冒号了的，啊，也不用逗号了的。
OK，那讲这 remaining meeting time 还有五分钟这样。OK，你去写，先要给你10分钟这样。OK，5:45回来啊，大家，5:45回来。哎，还是你需要这一面？OK 啊，不用了，不用了，这样的话不要紧，等他过。等下，如果他 那个 meeting end 了啊，你直接进回来啦。At least 这样你可以看这一面啦，你不用快快的拍照，不用。啊，可以。总之他 disc 他断了的话，你就进回来就对了。哦，你拍下来了啊，不要紧啦，我开着啦，忘记了你们需要到这个 point，只是有问题你们可以问我了，At least 我在这边。OK，好了的人哦，选你手上的一句 type 在 chat box 给我，其他的哦，你要交上来在 Google Classroom 嘛，OK？好了的人选一句 type 在 chat box 给我，每一个人啊。不用思考太久啊，大家，OK？我们多几分钟啊，我要5句罢了。一想不到什么就可以直接问了啊。